知怎么的，他就是不受控制了。糟糕，那些学生！幽狼兽可是特意手下留情，才不至于让学院有生命危险。但如果失控的话，赶紧救人！下去，大家都会被他杀死的。这里稍微有一点战斗力的，就只有慕白、许昭廷和周敏。可他们……进山洞的话，就一定会被独眼魔狼杀死的。他们为了救我们，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牺牲，所以我们赶快逃吧。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不行，我们也跟进去。那不是去送死吗？你又不是没见到这只独眼魔狼的实力，太可怕了，妖魔实在太可怕了。可我们不去，木凡和张小红就死定了呀。要去你去，反正。幽狼兽呢？
去哪里了？被莫凡和张小猴引到山洞里去了。什么？他们这样做，避免了发狂的幽狼兽造成更多伤害。但他们两个恐怕……小红，这是风系高阶魔法风之翼。这发狂的幽狼兽已经死了，是你杀了他？你的火子粉骨根本不可能将他杀死，所以我才弄断了钟乳石。我以为你们死定了，没想到这个实力跟毒液魔狼很接近的幽狼兽竟然被你一个历练生给杀了。张小猴为了救我受了重伤，先带他去疗伤。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不应该呀，以幽狼兽的反应和速度，即便这个钟乳石断了，它也能够及时闪避开。总教官，我们能先救人吗？小心。太好了太好了，多亏了总教官及时赶到，不然你俩凶多吉少。哎，对了，那只发狂的幽狼兽呢？嗯，在那儿躺着死了。什么？死了？
老大，你既然已经赶到了，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召唤兽啊？以你的实力制服他根本不难。我其实已经来迟了。啊，总教官，您要是迟了，他们两个怎么可能活下来吗？难不成这狼还是他们杀的？确实是他们杀的，准确的说是莫凡杀了他。啊，莫凡杀的？怎么可能？他一个历练生，怎么可能杀得了我的幽狼兽？这可是比普通妖魔还强的召唤兽啊，连一些成年老道的法师都做不到。战空老大，你就别推卸了。嗯，是啊是啊，连我都不是这幽狼兽的对手，莫凡只是一个学生，不可能，不可能的。莫凡，是你做的吗？确实是我杀的。他想杀我和张小猴，我用火资打断了钟乳石，钟乳石刺穿了他身体。不过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白羊教官的召唤兽。原来这是一场演练啊！一开始这确实是演练，但白羊教官的幽狼兽不受控制了，发狂地对你们开始下杀手。幸好你将他引到了这洞窟内，否则伤亡的人数会更多。来，确实，小心点。这发狂的幽狼兽已经对你们有杀心了。你除掉他也是保护了大家，只是我的幽狼兽被一个历练生杀了，我的幽狼兽竟然被一个历练生杀了，我的幽狼兽，我的幽狼兽，算了，这也确实够伤自尊的，我的幽狼兽，让他好好哭一会儿吧。这么说是莫凡救了我们大家，不愧是我们年级成绩第一的。莫凡，你太了不起了。莫凡好勇敢啊！我看到幽狼兽都两腿发软，学的东西全都忘光了。莫凡在面对幽狼兽的时候，竟然可以冷静地完成魔法星轨，而且用的火焰可是第二级的火资啊！是啊是啊，还以为慕白和许昭婷才是最厉害的，原来莫凡比他们还强。没听徐慕生老师说吗？连他都打不过这幽狼兽。你们确实应该好好感谢莫凡，避免了这次事故的发生。但这件事也希望你们明白，若幽狼兽一开始对你们就产生了杀意，你们这些连魔法都释放不出来的人会是怎样一个下场？而真正的妖魔是要比幽狼兽凶残冷血的多。确实，你们的表现让我并不是很满意。真正能够面对敌人而冷静释放魔法的并不多，慕白、许昭婷、周敏、张小猴都表现不错，但也仅仅只是拿到一个 A， 莫凡的评级为 S。 战空老大，他能够释放出第二级火资打伤幽狼兽就该给 S 了，现在是杀了幽狼兽。您之前不是答应过表现杰出的会赠予一个防御模具作为奖励吗？我觉得莫凡理应获得。我有说过吗？有有。而且由于这次悬赏任务完成了，所有历练生都将获得 A 的评分，集体通过。都差点忘了这件事了，我们所有人都得 A 了。哎呀，我们都得 A 了。你很出色，毕业后不如跟我混吧。我战空作为这里的头头，罩你不说，更可以保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啊？总教官，你是军人还是土匪啊？怎么满嘴的行话？甭管那么多，跟不跟我混啊？我还是做好我的学生吧。不识抬举。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模具啊。你说什么？
莫凡好厉害啊！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说他还藏着什么秘密？我记得幽狼兽尸体旁有一片焦黑的痕迹，难道是？战空老大，西面发现真骨魔狼的足迹。奶奶的，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兄弟们，抄家伙！妖魔胆敢越吃人类安界半步，我们军法师就有义务将其斩杀。天鹰法师听令，锁定真骨魔狼。是。心中那段炽热的火。